各位香港的市民，今次立法會的選舉，我們每人都有兩票，請支持我們地區直選和超級區議員，請支持民建聯，兩票都投給民建聯候選人。大家在每張選票裡面投給民建聯的候選人，但是吸一個印就夠了，吸完之後大家就放進去不同顏色的票箱裡面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在吸好選票之後，地區選票請投入藍色票箱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票請投入白色票箱，大家記得不要投錯啦。粉絲不知點投好，不用怕，等我教你。先講第一票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，俗稱超級區議會，投法好簡單。港九超級投惠瓊，新界超級投浩鼎，即是話港島區、九龍東、九龍西的選民在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票上面投802號李慧瓊，而新界東和新界西的選民呢，就請投809號周豪鼎。至於地區選票，大家可以投回當區的民建聯候選人，港島區的選民一票投給5號張國軍，住在九龍東的選民投給6號柯創勝，九龍西的選民就投給10號蔣麗雲，新界東和新界西的選民就要留意啦，由於你們的選區多過一條民建聯的選舉名單，所以在新界東方面，住在沙田、西貢、將軍澳就投給10號葛佩凡，北區、大埔就投給22號陳克勤，而在新界西，住在葵青、荃灣、東涌、愉景灣和長洲就投給16號陳恆斌，屯門、元朗、大嶼山、南丫島、坪洲就投給9號梁志祥。由於你有兩票，所以到時你們的投票組合就是這樣。9月4日選出曾議員，請投民建聯。